梅西接下来会去哪里？大哥，梅西人家搁那个巴黎圣日耳曼踢的现在挺好了，怎么还梅西还去哪？梅西哪也去不去，梅西就搁巴黎圣日耳曼挺好啊。现在巴黎要跟梅西续约了，合同续约要续约到2026年，就搁大巴黎待着。大巴黎多有钱呢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挣多挣点钱，结束职业生涯挺好。梅西应该不大会去西亚踢球，目前梅西还没走到这个步上，我就可以跟大家说，梅西不会去到西亚踢球，他就不是这个性格，所以梅西是坚决不会去这个西亚的。梅西呢，要是就算在挪窝，只有一个队是有可能的，就是巴萨。梅西呀，不回巴萨，也就在大巴黎就踢就完事了，基本上就是这么个造型。抖音。